这个匣匣子啊，这个匣子我写一下大家看啊，注意这四点儿，离这一竖不能太远，不要把四点写得太大，要离这竖也要近一点。这个地方是垂露，不可以写成悬针。这是这个匣子，上大下小，下边不能写得太宽，啊，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币。